今天是端午节，我丈母娘回来了。我们要回去过端午了。你说回来是不是专门过来看二宝的？肯定的呀，而且还看这个大宝呢。还提了一袋粽子回家，奶奶尝一尝。奶奶最喜欢吃粽子了。我叫了你买的东西，你买了吗？都在后备箱了。那就好。甜甜，你给外婆他们准备了什么礼物呀？准备了。哇。气不要太晚回来呀、啊。我还说去了吃了吃进去不要再吐出来哦。那我交代有用吗？你要跟他交代不要抬重物。不要抬重物，你能会让他抬吗？你肯定不会的。啊？不要抬了。那你帮我。没法。端午陪你过了啊。好，拜拜。你们自己要记得吃粽子啊。哦。你要照顾好妈妈哦。好的。拜拜。那我会想你的。Later。点到你的阿木心里提。这种甜种对他舅妈的爱，所以一定要提给舅妈喝的。妈妈太重了。你可以的，相信你自己，长大了，拿好，走吧，我来，这一下还是我来吧，不为难你了啊，走吧。这个不重，给你吧。我突然间觉得你好 man 哦，妈牵你吧。这一个个回娘家比我还积极。好，妈。我们来了，端午安康。万王一涵，万王一涵，要不回来做饭给你吃呢？万王一涵，这么好吃的呀？可多了，今天都是妈妈的味道哦，还有你的味道。牛阿妈，哎，假丝哟，假丝哟，家里长的家哈。嗯。哦哦。怎样了？最宰了？哎，哇哦哇哦，哇哦。给你爸爸辛苦了。哎呀，辛苦宝宝，辛苦就是他妈辛苦了，我怎么辛苦的？没叫营销的，他努力的。营销吗？少一天我辛苦，我怎么办？王一涵在外面。今天这么勤快。怎么又见面了？妹妹呀，刚刚我看见你还哭着，这种光景他就让他顺溜。两天啊。六七年到现在了。上面更长。那得洗一下吧。对呀、啊。你有空调吗？哦，你有是吧？加了。然后所以我就说给他洗一下，太脏了。用多干净了，我说现在天气很热吧？这里怎么办？哎，我爱舅舅。哎。那你钥匙扣带这么多干什么？分他一串啊。这全是灰啊，风口这边，我打算给他洗干净一点。哎，奶奶今年开的独立锅炉啊？他今年还没开呢。但是现在不是很热吗？这几天。是啊，给你们谁说的？姨妈开到开冰箱。哎呀，我那会要，很快的，可能刚开始快了。天天不要放在家哎，放阿台在家嘛。放家。你拿一个给阿台吃。哇，很棒。咬了。咬了。你妈妈都批评我给你买糖了，你竟然还给我吃糖，报复你呗！你们今天就要走吗？今天晚上走。奶奶一直盯着你的肚子看。她问我啥时候生，是不是明年？我说今年就能生，她都没看到你有肚子啊，今年就能生了。阿妈，哎，你也鬼过儿了。我鬼呀、啊！洗好了。准备吃饭了。啊，可以，过去网吧拿一下。完美。收工。这样。哇，小心点！这连吃个饭都开车，好。我来，我来。都舍不得我抓呢。那肯定啊。还有粽子哦，你看。你们带过来的粽子哦。干嘛我不饿？好，我今天受宠了啊！我都失宠好多天了。然后，为什么？我把那个还给包了。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这碗下去都撑死了。我问题不吧。然后我少的我老妈是做饭师傅。没有，老妈做的，今天都是妈妈的味道。真的假的？我有点不相信哦。真的。还有哥哥的。我有，哥哥也有。你煮的是哪一道？这汤是我。哦，这样子。
这是了解我的味道啊，鱼丸汤。我还知道你爱吃鱼丸。可惜了，我可能得以后才能吃。哎，有没有要帮我叫呀？我帮我最来，你现在是我们的重点保护对象，你别动，我们最来。哎，我今天到现在为止就动了这一下，这一下你动了很多。因为刚才炒菜的时候，那油烟味我压根都不敢进来，我赶紧跑。再来几个字 ，OK 了。分个中间，当然不好吃。黑豆香嘛，加个味料。可怜的，只能吃面条。面条也很香啊。一看这个人又来感觉了。你不要受我影响，你们吃你们。